由南向北，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，到达进京前最后一站廊坊香河。香河境内的运河属北运河，清代曾被称玉河，是大运河晚经通海、东接南连的水运要道，古代白河漕运的必经之路。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这里饮食文化的融合，人们依河而居，在大运河的滋养下，创造出了花样繁多、独具魅力的北运河风味美食。香河有奇饼，老妪记忆新，此店一餐毕，忘却天下真。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。皮薄肉厚，焦香鲜嫩，堪称北方面食一绝。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纽带，源于游牧民族的烤制肉饼，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。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，由烤制变成烙制，馅料也愈加丰富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。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。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马红松是香河肉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今天他把香河肉饼的工艺培训活动安排在了运河码头店。今天咱们学习做香河肉饼啊，这个大葱和这个肉馅来给它拌匀。马红松详细地给大家讲解着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，他说话时不紧不慢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把记忆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，是他非常欣慰的事。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，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，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。我听我老师讲，是从他父亲那辈，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。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，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，面与水的比例讲究3面2水，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，然后要醒面约20分钟。精选优质肉品3肥7瘦，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，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。由10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是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，再辅以香油、姜末、豆豉等其他调料，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。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，肉馅儿扣在面饼上，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，一边转一边拖，3拖4转，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儿逐渐包起来。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，成败在此一举，用力要匀，动作要快，力道要稳。比起普通馅饼，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，直径足有1尺半开外。烙饼讲究3翻6转，和
火候一到，两面出现焦黄色。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，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，颜色焦黄，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，油而不腻，润而不柴，食后久有余香。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。大运河绵延流淌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。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，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。金门闸遗址尚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，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。北运河航运过程中，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，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，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。赏中幡，品肉饼，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，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。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，繁荣了两岸经济。数百年来，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，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。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，沿河道向南约五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，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。古时每逢漕运盛期，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，小商贩云集，昼夜车水马龙，呈现出舟车浮凑、万民攒集的景象。而运河卤水豆腐、臭豆腐、鸽子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。至今运河两岸方圆十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。每天一大早，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，老两口不声不语，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，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，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。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，过水去除豆皮，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，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，豆香更加醇厚浓郁。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常年累月，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，先快后慢，先多后少，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。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，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。一粒粒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，变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。来3块钱的豆子，他一手吃了。哎哎哎，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，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。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，小葱拌豆腐、煸炒豆腐、炸豆泡、酿豆腐、
上汤海鲜豆腐等等，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。豆香氤氲，味道亲切如初。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，到达北运河浅河流域的500户镇，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。午后2点，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。从太爷爷算起，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4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。继承祖上的手艺，怀揣家族的期盼，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，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。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，香和水、香和豆是他的基本要求，雷打不动。豆饼做好后，经过切片，呈燕尾式放入笼中。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地接触空气，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。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，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，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。2天后，菌丝长成，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，干净透亮，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。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，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，码放于恒温室内，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。20天后，桶盖揭开的瞬间，江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。闻着臭，吃着香，臭豆腐名虽俗气，却外露内秀，瓶中见奇，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，滋味鲜美，咸淡适口，臭中含香，令人欲罢不能。黄豆做豆腐，绿豆做鸽子，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。自打有了大运河，就有了鸽子盒。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，便于携带，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，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。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，以做鸽子为生。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，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。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，做过很多行当，但都没什么起色。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。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，这一干就是20多年。摊制鸽子，手腕要非常灵活，勺心画圆，在高温的作用下，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，变成糊状，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。熟浆鸽子看起来金黄，拿起来松软，同时兼具韧性，可塑性强。做熟浆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，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地做。天刚一亮，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。9点之前，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。你老板干着送我的吧。哎，没事。
您叫李大人给送过来了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今天又麻烦你做了。哎，没事。老爷子这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挺好，老爷子还挺硬的。你说这么时常，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。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，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胳肢做菜。糖醋胳肢、软溜胳肢、炸胳肢盒、胳肢汤，胳肢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。临走，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胳肢盒。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，时间越久越纯。北运河豆制品美食，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，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。生活向前，风味历久弥香，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，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。告别码头的熙攘，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。八月，雨水丰沛，河道水位上升，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。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，花海绵延，蔚为壮观。森林、花草、芦苇、湿地，成群的白鹭飞过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，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。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，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，不仅促成鱼市繁荣，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。椒盐鱼排、芙蓉鱼丸、鱼肉馅饺子、鱼骨汤等等，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，也最受人们的喜爱。时至今日，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，是融入自然、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。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，这天下班，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喝。夏季天黑的晚，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。白天，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；夜晚，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，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。最后一网收起，董洪波与鱼友们上岸。这一次，小鱼捕获不少。董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，也有厨师唐姐。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。唐姐，又
哎，出来了呢。说今天逮这鱼怎么样？哟呵，还真没少打呢。嘿，运河东西真是很多哦。这小鱼呢，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，必须得是老咸菜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是宜兰传统菜。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，交给了厨师唐姐。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，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，几乎无法入口。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、最为简朴，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。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，码在锅底，加葱、姜、蒜、八角等，配上腌制的老咸菜，先用大火烧开汤汁，然后文火慢烧，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，使鱼入味。出锅瞬间热气蒸腾，引人垂涎。大快朵颐，消解了一天的劳累。老咸菜焖小杂鱼，软烂入味，咸香鲜美。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，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。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，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。日出而作，新的一天开始。千百年来，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。那些风物、气息、过往的岁月与记忆，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。鱼的鲜香，豆制美食的醇香，以及肉饼的酥香，与唇齿间水乳交融，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。流水悠悠不断，燕赵风情依旧，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，继续造福百味人间。